名单上来说，他的身高也只有190出头。哦，不过刚才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低位。其实他打得够强势的，最主要是他没有因为他身高只190公分，而畏惧去面对在 low post 打对比对手比他高大的球员。Murray 又来喽，外围的三分炮，换了另外一边的篮筐依然是火烫的。Murray 切进来之后的上篮，好球！杰这个开局才打了3分多钟，黄凯杰的三分，陈俊宏的三分 ，Murray 的三分，太轻松，对。掉了，没有拿好。Murray 高调在篮底下这球，哇、哦！这欧巴萨球还是转进去了。Murray 跟欧巴萨，来看一下前面的连线，默契真好。球传在空中，等欧巴萨上来了，直接上来，第一时间直接把球。速度是来得非常好，35-17。Murray 切进来，很辛苦的把这两分给抛进，前面一个滴滴。给 Murray 来发动，进攻时间比赛时间差10秒，跨步进来，哦，秀 muscle， yeah， so strong， 哇、哦，那这样是一个2+1的机会啊，看他的罚球，通挡拆配，那2-3的站位其实基本上阿联的5号位禁区防守权，传出来的时候没有给好 ，Murray 拿到球转换过来 ，Murray 来喽，啪。进了，非常多人最后的观访，但是最后 Murray 还是把两分。当然，这样 Murray 的切入啊，在靠近篮筐的时候，在少了大 B 哥情况下，让他比较轻松。17-12。真的把比尔耍得团团转，本来以为他的战术是要跟我。